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温柔蝶。五月快要过去，六月即将到来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六月会有哪些角色的生日呢？以及端午节的相关活动。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六月生日角色的部分。首先，六月一号的是杂技演员的生日，再来是六月九号舞女小姐姐的生日。这个月生日的人比较少。六月三号端午节快到了，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官方对端午节有哪些活动吧。完成任务、战斗等活动任务，就可以获得以下的相光头像，还有线索窥镜碎片等的奖励。对了，你们觉得我应该先抽到空军的金挂、红蝶的艳梨，还是调香师的金挂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你的想法哟。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